一个开心的 what， 一个熟悉的 place， 让你感到 very nice， 欢笑促进人生。有请节目主持人花花江南。欢笑纵情燃烧，音乐激情引爆。这天，爷爷领着孙女儿去买西瓜吃啊。西瓜吃。吃完西瓜之后，爷爷就逗孙女儿：“哎，我说乖孙女儿啊，谁最馋呐、啊？”那又说了，爷爷最馋。爷爷不馋，爷爷怎么馋呢？乖孙女儿，你才馋呢、啊。不对不对，爷爷最馋。怎么是爷爷馋呢？啊！你看我吃西瓜，你老啃皮。喂，这一天，指挥官在晨操之前点名，他发现啊，有九名士兵还没有回军营休假。啊，对对，头天大家都放假了，回家探探亲呢。可是第二天早上在早操的时候，你得集合呀，怎么还没回来呢？这指挥官就非常生气，大发雷霆啊！对呀。直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士兵才大摇大摆地回到营房。六点才回来呀、啊？这士兵呢，向指挥官解释说：“哦，为什么，现在长官？我跟您说，我因为有个约会，我就耽误了时间。然后呢，我回来的时候又错过了那个进城的唯一一辆火车。于是呢，我还是下决心赶回来，我就租了一辆马车。谁知道啊，在途中啊，那匹马忽然死了。然后所以说，我还是就是走了十多里的山路，我特意跑回来的。我就说，所以我晚了。”这军官听了之后哈、啊。说实话，满腹狐疑呀、啊，能不猜疑？但是还是原谅他了啊。然后呢，跟着这个士兵，接连回来的七个士兵都是这样说的。你说我这约会也迟了，赶不上车了，租马车，马死了，不行啊，就是走路跑了十多里才回来的呀。当最后一个士兵回来的时候，军官就忍耐不住了，双手叉腰朝这个士兵就吼：“我赶紧耍，够了啊！”这就够了！你要再敢说妈死了呢，你要再敢说妈死了，我马上给你出了门了。长官，马并没有死，那怎么回事呢？我之所以回来晚了，是因为路上躺着八匹死马，我的马车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。监狱长非常严厉地质问看守人员说。我问你，三号犯人是怎么逃跑的？报告长官，他有钥匙。你们一天都吃干饭了还是怎么的啊？他钥匙他怎么落在他手？他怎么偷过去的啊？他怎么偷的？报告长官，啊，他没偷，没偷，是玩牌的时候他赢去的。啊。张大爷问小明说：“小明啊，你爸昨天晚上为啥对你是又打又骂的？”其实也都怪我啊，怪我说话太不小心了。小孩子说错话是常有的事儿，不过这个究竟说什么错话这样？我爸我妈问我，问什么？你爷爷好还是外公好？那经常会问你，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啊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想开心有绝招，别打针，别吃药。下一个节目是，哎呀，都知道了。
有请节目主持人蝈蝈江南。你好，我是蝈蝈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南。欢笑纵情燃烧，音乐激情引爆，这里就是。别说了，开始吧。写出我国任意一年的空军部队的人数和飞机数量。哎，老师出了这么道历史题哈。啊，这考试的时候啊，这位同学都答完了。哦，老师批卷，批卷，发现有一个同学的答案是这样的：公元前1800年，空军人数零，飞机数零。有这么一位做教育的，下班回家之后对妻子抱怨：“亲爱的，我被开除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动物园那些管理层啊，这叫人真是的，就因为一点小事，太不公平了。我这什么？他们竟然把你开除了？就一点小事，你就动物园领导去？什么事儿啊？”我昨晚下班嘛，你不是约我是那啥吗？然后完我就在那着急那啥吗？我下班我走一点，老虎笼子忘关了。关老虎笼子？不是，那你帮想想，谁敢偷老虎啊？下面这个笑话的名字叫做逃课。逃课？班主任啊，在班级当中宣布了。我说同学们啊，为了制止逃课的现象，我们班呢实行了罚款制度。具体的办法是逃一节课罚款5毛钱，以充班费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同学看了看课程表，掏出5毛钱对老师说：老师，今天下午第3节课我逃5毛钱的。有这么一个人到剃头匠那儿去学手艺。学手艺？学什么？这师傅先教他学剃光头。我跟大家说呀，这剃光头不是一般人能剃的，得拿那刮刀，你知道吗？擦擦擦擦，刮的油光锃亮，这擦冒光，这才是高手艺活。手艺活。这不吗？这人就说他不会剃。那师傅教了吗？师傅给他找了一大冬瓜。这冬瓜练练。用剃刀在上面刮了几下，刮完之后把刀顺手往冬瓜上一扔，对徒弟说：看着没有？看着没有？就按我这样削，行吗？这徒弟每天都这样学，天天都学。久而久之 啊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冬瓜刮得很干净了。啊、师傅终于准他出师了。这刮得特别好。哎呀，出师那天 啊，师傅呢就叫他给一个人剃光头。我说、你修学这么长时间了啊，你看来客人了啊，你看他头发你看不是很长，今天啊，你就是出山的第一次啊，你就赶紧给他剃光头。只见这徒弟呱呱几下，就把那个人头发剃了个精光。哟，大家伙正在喝彩的时候，好，只见这徒弟啊，就像以前剃冬瓜一样，怎么样？剃完之后顺手啊，就把这剃刀往那光脑袋上一扔。是有这么一位司机啊，非常不幸的遭遇了车祸。他醒来的时候呢，发现自己在医院里，旁边站着医生。于是呢，这位司机就问旁边的医生说：我是躺在病床上吗？真遗憾。这位先生，是很遗憾，您是躺在病床上。不过我很遗憾地告诉给您，您的左眼睛并没有躺在病床上。就有这么一群刚上飞机的乘客啊，被工作人员非常礼貌的给请下来了。对，怎么还被请下来了？原因是因为这飞机的零件坏了，需要修理。对，你说这要飞上蓝天了，万一有人故障，大家不都危险了，是不是？过了不一会儿啊，这工作人员又来告诉乘客了。现在可以登机了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啊。难道说修理的速度这么快吗？修理没修，故障没坏。没有说怎么就可以起飞了？我们换了一个敢开的驾驶员来。